跟我们过去要多久啊？大概？嗯，一小时小二十五分钟。好，稍微快一丢丢多，丢丢丢。清晨姐，我们到了。他是放他放饭时间是不是已经过了呀？没有，他还没有放饭。他还没有放饭，那太好了。对。好，我来给他准备晚饭了。加油加油！他还有多久啊？你帮我问一下，我怕我这个凉了。估计40分钟吧。那我还是迟点再给他准备了。哎，又是漫长的等待，准备一个惊喜也太不容易了，我哭。喂 ，Hello， 放饭啦？他好了吗？他好了，他现在要准备下山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马上准备。好嘞，拜拜。是这辆，是这辆。哎呦，谁呀？这么巧？你为什么在我房车里？对呀、啊。你为什么在我？在我房车里。你为什么在我房车里？哇！你为什么在我房车里啊？你好奇怪，你这个人。你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房车里？做饭啊，对啊，给你做饭。哎呦，感动感动，完了完了。我做饭做了两个小时，做饭做了两个小时，开车开过来开了两个小时。对对对，我就说今天不要来，做饭两天嘛，开车的时候，开车开了两个小时。那不好意思呢。快快快，快来尝一下我的手艺，快试一下试一下。我这是你带的还是你煮的？这我煮的。哇，这么浪漫啊！烛光晚餐啊，这个。大哥饿了，你太好吃了，你知道不要野蛮人。真的好吃。啊，还有面，还有面。哇，面还有好多。哇，体验到这种感觉吗？好幸福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是不是很幸福？你探班都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下次你要给我这样子探班，我去探班也要这样子。对啊。棒哎，这样好幸福哦！你这是你第几次探班啊？第一次啊，真假的？嗯，我没去给别人探过班。你吃饱可以回酒店。我陪你陪你玩。
但我跟你讲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为了你下载了游戏啊。走吧，一起玩。但我现在还刚打牌，我现在还14等，连那个符文都没搞好。尝尝这个，试试。自己做的？这是我做的。买的吧，跟我上次去超市买的一样嘛。真的是我做的，我是在酒店里做的。真的啊？嗯。是我们那酒店做的。对啊。你这么厉害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哇，很有才华。幸福啊。